Yo，大家好啊！我系 Joey 哥啊，喂，欢迎晒大家嚟到 FWD 富卫保险呈现超级推介榜年度推介2122嘅 Facebook Live，你哋好啊！喂，今日天气好冻，大家着多件衫。喂，大家如果有睇琴日嘅 live 啦，都知道我哋嚟紧就会继续搞呢一个超级推介榜年度推介2122啦。咁啊，我哋嘅主题继续都系人人乐坛音乐第一嘅，咁啊，希望我哋乐坛啦，可以齐心合力啦，继续做好呢一个广东歌嘅文化，继续推广广东歌嘅。OK，咁啊，之前两晚我哋又公布咗呢一个超级年度新人嘅入围名单啦，同埋呢一个超级年度乐队嘅提名名单嘅。咁啊，今日就轮到呢一个超级年度组合嘅入围名单啦。咁啊，喺公布之前咧，咁啊，即系我哋都会睇一睇条片啦，睇下今年咧我哋呢一个颁奖礼究竟啲咩奖项啦。同埋点样可以上网投票支持你哋心水嘅歌手嘅？所以呢个时候睇一条片先。今次超级推介榜年度推介2122嘅颁奖礼入边，我哋设立咗以下嘅奖项，分别系超级年度十大歌曲、超级年度唱作歌手、超级年度新人、超级年度组合、超级年度乐队、超级年度女歌手、超级年度男歌手。另外仲有幕后奖项、超级年度作曲人、超级年度填词人、超级年度编曲人以及超级年度监制。以上奖项除咗四个幕后奖项之外，所有奖项都会透过由全港市民投票选出。跟住落嚟会公布各奖项嘅入围资格同埋入围名单。超级推介榜年度推介2122，人人乐坛音乐第一。今次超级推介榜年度推介2122同上年一样，除咗幕后奖项之外，所有奖项都系由全港市民投票产生。为咗更加准确反映民意，今次唔止一人一票咁简单，而系需要大家投票选出你心目中嘅三甲。以下同大家介绍各奖项嘅投票程序、投票开始及截止嘅重要日期。3月28号开始，直至4月3号，超级年度十大歌曲第一轮投票正式开始。观众可以从52周嘅冠军歌当中顺序投选自己最喜爱嘅3首歌曲，获投选第一位嘅歌曲可以获3分，第二位获得2分，第三位获得1分。观众只能够投票一次，而且唔能够重复投选同一首歌曲。最低分数嘅22首歌会被淘汰。4月4号至4月10号就会进行超级年度十大歌曲第二轮投票。观众就需要从30首候选歌曲当中顺序投选自己最喜爱嘅3首歌曲。同样获投选第一位嘅歌曲可以获3分，第二位获得2分，第三位获得1分。观众只能够投票一次，而且唔能够重复投选同一首歌曲。最高分数嘅10首歌就会喺颁奖礼当晚获颁超级年度十大歌曲奖项。紧接4月11号至到4月17号，大家就可以对超级年度唱作歌手、超级年度新人、超级年度组合、超级年度乐队、超级年度女歌手以及超级年度男歌手呢6个奖项进行投票。观众需要喺每个奖项嘅候选人中顺序投选自己最喜爱嘅3位歌手。获投选第一位嘅歌手可以获得3分，第二位获得2分，第三位获得1分。同样，观众只能够投票一次，而且唔能够重复投选同一位歌手。最高分数嘅歌手单位就会喺颁奖礼当晚获颁奖项。超级推介榜年度推介2122，人人乐坛音乐第一。超级年度组合奖项入围资格由2021年3月7号去到2022年2月27号，52周内曾经有歌曲喺超级推介榜上榜至头5位嘅组合。入围超级年度组合奖项嘅名单包括排名不分先后：Sea All Star、Mira、Twins、Era、MC Soho and Kidney、Pixel、
粒。超级推介榜年度推介二一二二，人人乐坛音乐第一。好嘢，欢迎晒咁多位，恭喜晒咁多个入围嘅名单啊！你哋好，王一乐粉丝，好嘢，王一乐，喂，王一乐，欢迎晒各位。喂，今日到我哋组合啦，耶！系一直 keep 住呢个声啊，我哋冇啊，半个钟咁样，我哋 OK。喂，唔好啦，都伤声噶，喂，喂，等我介绍下大家先。其实今日出席嘅咧就会有 MC Soho 同埋 Kenny， 你哋好。诶、yeah. yeah. ，跟住我哋有 Pixel， yeah. Yeah. 有跟住有 Era， 有跟住有 Sio Star， 跟住我哋有 Mira。好开心啊！咁开心，大家记住要支持我哋啊！Cool，cool，nice，keep going，k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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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ing。唔知可以 dead 咗几耐咧？仲有三秒，好啊，仲有三秒，仲有三秒。OK， 好，唔得啦，唔好等咁耐啦。好啦，跟住到 Era 好吗 ？Era， 好。咁啊，队长讲先啦。咁我为咗。我為了證明我們不是做馬的，所以我會支持 Sio Star 一票先的。那當然啦，觀眾或者聽眾喜歡聽我們 Era 的歌也可以投我們的，但我自己心目中我投給 Sio Star 的。阿迪啊，寶琪啊，阿三爺是不是不在這裡？今天三爺，三爺阿迪和寶琪，副隊長就認為這個不想覺得自己偏私，我都認為要投 Sio Star 一票的。那就剩低交翻俾寶琪講。寶琪瞄咗。佢瞄咗。瞄咗啊！你開翻先啊，寶琪。佢應該係講緊啲唔出得街嘅嘢。唔好意思，寶琪，一個電話白痴。聽到。係嚟啦，寶琪。咁我個人認為啦，即係唔代表本 era 立場啦。咁我就覺得投俾 Sio Star 係 OK 嘅，係啊。嗯。點解咧？因为咧 ，Sio Star 咧，即系其实唱歌咧，其实好好听啊。咁嗰啲歌咧，就每一次听咧，都哇，听到个人好感动啊，会觉得哇，唔得啦，要再听两次啊。即系可能一日廿四个钟咧，我有时可能听咗过万次嘅只碟，所以真系 Sio Star 系一定要听，好好听。你唱两句嚟听。来自我一种惊世佳情。不是说你粉丝不会免疫，是啊，最近因为我煲紧咧 ，Sio Star 咧开红馆个 concert 咧，佢入边咧最尾嗰只歌咧，个 album 里面呢一只歌几好听，唔系讲笑，个 album 又系啊，好呢个 album 啊 ，Sio Star 唔可以回应住啊，去到最后先可以回应啊，你哋前辈嚟噶 ，OK 系 ，Sio Star 因为请过我哋做嘉宾，所以我觉得 Sio Star 绝对值得一投一票，啱啊啱啊，喺呢啲位环度啊，系好好嘅，系。喂，跟住就到即系啲新啲噶啦 ，Pixel， 你哋又讲下喂。哦，Previous，Hello， 大家，我哋系 Pixel 啦。咁作为晚辈，我哋都好支持 Sio Star 嘅，系。晚辈，晚辈，你好似好唔 humble 啊你？系啊，好唔 humble 啊！唔系咁，讲翻 Pixel 先啦。咁暂时好开心可以入到即係入圍啦，咁我哋 Pixel 暫時音樂作品都唔算有好多啦，咁希望我哋今年可以出多啲作品，俾更加多人認識我哋 Pixel 咯，係。嗯 ，John 就係好你，係我同意啊，我同意啊，係好 humble 嘅。係，我哋啱出首歌叫 This Is How We Roll， 幾好聽啊，記住去聽，哈哈。順便 sell 埋先，係。喂，跟住我哋請。A.K. 啊，姜涛啊，你哋又讲下 Mira 啊，代表 Mira 讲两句啊，好嘛？
今日 Mira 嘅決定人數有啲多啊，又暫時得我同姜我哋做代表。咁啊我哋覺得梗係要投《Sea of Stars》先啦，因為我哋兩個自己本身都好中意聽《Sea of Stars》嘅歌。咁啊，追接潮流嘅嘢就一定要支持《Sea of Stars》噶啦。然後嗱，《Sea of Stars》你叫我哋做嘉賓，所以我覺得都可以有空餘時間嘅話投埋我哋條。好啦，嗱，壓軸啦，即係一定要到你哋啦，《Sea of Stars》前輩。你讲啦，你哋点谂啊？我边个讲先啊？个个都系吓，今次系 Sea of Stars 做晒晚会喎。O K， 唔知系过桥噶咋？咁啊，我讲先啦，好唔好啊？好啊，好啊，温仔。咁欢迎大家嚟到Sea of Stars 颁奖礼啦。咁啊。咁样dictate晒件事 ，OK？ 好啦，作为呢个十二年嘅前辈啦，大家头先讲嘅嘢咧，我全部收嘅 ，OK？ 系受得起嗬，咁啊，冇问题。而我自己咧系会支持 MC Soho 同埋Kidney 啊，叫做咩 ？Kidney 咁样，因为我近排都喺度，差唔多即系呢段时间啊，都系佢哋陪住我过嘅，即系日有睇《史当真》啦。我好中意佢哋两个，我讲完啦，加油！踢波，迟啲踢波，踢波，踢波可以，踢波，踢波哥 ，cool， nice， 系，超锋啊，系，有冇嘢补充啊？系，超锋同啲后辈讲两句啊，系啦系啦，多谢，即系话晒你哋主场啊嘛，今日系咪？系咯，多谢佢哋嘅厚爱啦，吓，咁啊，其实就亦都好感激 Era， 系。捧到嚟上天啊！做咗一場嘉賓就係、是、好似剝，即係好似騎劫曬佢哋所有嘅言論，全部都要拆我哋。係即係所以啊，多謝佢哋啊做我哋嘉賓啊，亦都真心即係好正嘅。其實今日個陣容，即係所有其實即係因為尋日係樂隊嘛。嗯今日组合其实很多歌都很好听，全部都有留意，咁啊个个都很正，所以其实大家投票已经是支持晒我哋噶啦，系啦，咁即系成件事大家好玩就最紧要 ，yeah， 啱啊，好好啊，超锋系用埋前辈嘅腔口讲噶，即系有少少即系气声，识唔识噶？大家留心啲，感觉入晒气。喂，阿 Jason 话倾啦，喂 ，Jason 喺度啊？有啊，喺度啊。喂，有冇嘢补充啊？咁样啊？有噶，系啊，好多谢大家投我哋啦，都听得出。已经投咗啦，已经投咗啦，当你哋唔系谂住投我哋嘅咩？系啊，系啊，得咗啊！诶，多谢大家啦，系啊，听得出同埋睇得出大家系发自内心嘅，因为系。好明显嘅，系系阿 King 喺咪度啊？阿 King 喺度喺度，系阿 King 有冇即系都埋尾啊？你都即系都大家都投你哋啦，睇嚟大家投我哋，话我就投翻大家啦，系啊，要你第一票嘅，点样投大家啊？系我问啲唔心住噶啦，宝奇喂，再倾啦呢啲。我有 friend 噶嘛，我可以嗌人投噶嘛。OK OK， 哦，系问翻云咯，问翻云啦。Mira 啦，投 Mira，Mira 今年好系。喂，但系讲真，即系其实都真系好少喺同一个时间见到，即系你哋一齐出席嘅，所以都真系几开心嘅时刻嚟。喂，讲真，即系你嗱，本身咧，我哋系预咗话，即系大家画张画去多谢下啲粉丝啦。但系我谂大家呢个 moment 都唔会画画噶啦，系嘛？嗯，应该唔会啦。喂，咁不如喂嗱，琴日咧佢哋樂隊嗰邊咧就好開心嘅，話耶，終於唔使同即係組合一齊競逐呢個獎項啦。咁你哋點睇啊呢單嘢？即係拆開咗兩個獎項，聽下喂，等咗好耐啦，等咗好耐啦，真係㗎，真係㗎，係其實好耐咧講緊呢樣嘢，係即係尤其是係我哋自己係組合啦，都想即係可以拆翻開嘅。因为毕竟真系两样嘢嚟噶嘛，组合同组合，乐队同乐队，咁其实我哋都有时都会哇好大压力噶嘛，有时都会有，即系当可能其实很多乐队都好好嘅时候，但系其实个奖项系得一个或者得三个咁样，
咁啊，其實自己都好中意樂隊。咁而家拆翻開，真係終於行到呢步啦，講咗多年，所以係 happy 嘅。最簡單就多個獎先啦，即係多個獎一齊玩，多個獎一齊玩。咁所以即係冇得樂隊同組合冇得直接比較底下，就即係拆開兩個樂隊應該好開心，組合亦都好開心啦。By the way 啊，咁好。By the way， 头先我哋讲错咗，我哋系资历最深嘅呢度，错。Twins 仲有头先吓 ，Twins 系啦，仲有嗌你终于醒班啦，安仔。我要醒一醒翻先，同所有 Twins 嘅歌迷讲声 sorry 先。如果佢入嚟嘅话吓，仲有嗌粒啊，其实系啊，系我录节目嘅时候，嗌粒一齐录噶。嗌粒耐啲定 Twins 耐啲咧？咁就唔知啦。交俾阿科啊，喂，但系讲真，即系。你哋真係同佢哋即係兩隊嗱，即係佢哋兩隊今日就冇代表出席啦。咁但係可以同佢哋一齊競逐個感覺又係點咧？我諗係咪有冇壓力啊？其實可能係得我哋係同過佢哋兩個單位合作過嘅，應該係。唔係喎，我哋都有喎。你有冇啊？你哋有冇啊？我有啊！我有做 KFC 嗰陣時，我有做 KFC 嗰陣時同阿嬌拍過噶。拍过咯 ，OK。我哋呢只拍过咩啊？做过嘢咯，拍过。我有拍戏噶，即系我有拍戏扮古惑仔，跟住佢即系就做主角啦。咁我做 Kelly Fair 嗰阵时，我有即系有对白咯，有嗰啲噶。唔系咁呢啲都系有图有真相啦。你有冇话想即系做证咁样？系边套戏啊？边套戏啊？我有嗰套叫《失踪罪》啊。我有个帽咯，我揾到个帽咯，即系我揾到自己个我认得自己嘅身形咯。系啊，有帽，系啊，即系有个好远嘅人，嗰个点，跟住我就见到，我就感觉到嗰个人系我嚟嘅，咁样咯。O K， 我谂你要揾日上网还原翻，大家先信咯，系都要做一做噶啦呢啲嘢。系，但系我哋信嘅，我哋信嘅呢一刻。真噶，喂，做好多 cafe 啊，黐线。系证明大家一家亲嘅，即系大家都合作过嘅，咁样。诶，唔系咁讲，都系咁讲嘅，系啊，即系如果唔系，即系做 KFC 都唔会有嗰个效果啦。KFC 好紧要嘅，系啊，保期演出经验多过我啊，做戏系啊。黐线，喂，我都有睇脱皮巴巴，我都有见到你嗰个脱皮巴巴嗰个演出嘅。估唔到保期同即系 Twins 已经识于微时啊！梗系啦，我细细个睇啦，系可能即系原来最。系咯，即系以为最远距离嗰啲，原来反而保期合作得最多。系啦，我哋都会系咯，真系估唔到。喂 ，A A A 同埋阿姜 B 咧，喂，点啊？有咩感受啊？姜 B 同阿 Sir 合作嗰张相，周街都系啦。H 字头嗰个嘛？系啊系啊系啊，保期你快啲搵张相出嚟啊！喂，我唔系呢单嘢要做噶啦，唔系好明啊？咩嚟噶？阿姜同阿 Sa 好似早排拍咗一个嘢嘅，咁就系啦，一两张相咁样嘅。哇，嗰个劲喎，嗰个劲唔劲？喂，你好无心思咁样，哇，劲啊嗰个！喂咩？喂，广告啊！喂，大佬系我答噶啦，喂，点广告型工作？广告型工作啊？讲都算广告嚟，工作广告系啊。OK。我哋嗰阵时系个踊跃啲去再同艾粒 crossover 咯，系咯，唔系我觉得咧，讲到而家系而家分担得开乐队同组合啦，我觉得可能迟啲可以加多个跳唱歌手嘅奖都 OK 嘅，我再拆再拆开再拆系啦，系即系快歌同慢歌又系唔同风格嚟噶嘛，系咪先？嗯，系啊，跟住唔同嘅身形啦，即系肥都啱嘅，都啱。肥仔，快歌男歌手都分金银铜啦，依家系快歌，肥嘅男跳唱咁样。男歌手金银，唔系嗰啲拳击手计磅数嗰啲系嘛？系啦，歌手诶，重型歌手同埋轻型歌手嘅奖。咁啊，真系唔知。我觉得乐队可能之后有机会再发展，可能分咗。因为之前我做激战嘅时候，都好多女鼓手，其实好多女嘅乐手，好多女嘅 band 喺香港都好犀利。可能乐队都可以分唔同类型嘅乐队，即系电子型乐队或者hip hop 乐队或者 rock 嘅乐队都得。
你咁样分法咧，呢个啱。你咁样分法，咁样分法，咁样分法会唔会似咗第二个颁奖礼啊？喂，好啦，喂，苏豪同埋阿 Johnny 会唔会话即系讲两句啊？你哋净瞄埋喎，喂，唔好扮嘢喎，我见到你瞄咗嘅喎，喂。Can you guys talk? 咪先 talk a little bit 啦。Yeah, how do you guys feel? Cool. 我哋呢度网络可能唔系咁好。Oh wow. 所以 so 系 you didn't hear anything. 听到噶。Oh, okay. 我觉得越多奖越好噶。Yeah. 系。同埋分磅数，我觉得其实系最公道嘅做法咯。系。Yeah. 猪肉嗰啲磅数。猪肉嗰啲，诶。有事？哎呀，咁啊 embarrassing 啦，真系。喂，喂，咁啊，即系嗱，今日我哋 CEO 沙做晒大会啦，即系我谂大家都开心嘅，即系真系可以分翻即系组合啦，同埋乐队啦。咁啊，希望大家到时即系网上投票嘅时候，大家踊跃啲啦。咁啊，今日出席嘅再一次多谢晒就有 MC 苏啦，冇啦，天尼啦，好嘢。诶，点啊？系咪想继续啊？完啦，冇。点啊？倾咩啊？冇乜所谓，冇乜所谓，咁难得啊！咁难得咁热闹啫嘛，系喂，你想倾啲咩啊？我要影咗相嗰啲嘛。喂，好啊，嚟我哋一齐做啲手势咁样俾啲网民 cap 图啊，好嘛？系好啊，系手势 C O 三系咪？诶冇咗个 C O 三哦 ，C O 三做势大会 ，C O 三做势大会。喂，多谢晒大家出席 ，thank you so much， 多谢晒各位朋友。咁啊，记得啦，咁啊，其实去到4月11啦，去到4月17号嘅期间咧，大家可以上网投票支持翻你哋喜欢嘅音乐单位嘅。咁听日咧，我哋就会公布呢一个超级年度女歌手嘅入围名单啦。咁啊，今日再一次多谢晒咁多位歌手出席。肥仔，你听日会唔会喺度啊？我听日唔喺度。吓？点解啊？我见到你两日都喺度咯。琴日我都唔喺度啊。你唔好多事啦，唉，真系。咁啊，倾住咁多先咯。大家记得今日 CEO Star 做晒大会啊，但系我哋年度组合噶。好，拜拜，拜拜，多谢大家。Respect Chill Club，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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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l